Against all the evil that hell can conjure, all the wickedness that mankind can produce, we will send unto them only you. Rip and tear until it is done. OK， 我们进来了。然后我在火星吗？这是宇宙哎！哇塞！哇哦 ！What's happened？ 这个是我们地球嘛，对不对？然后我看到是那美洲大陆。哇哦！长按跳过，不要，我要看一下动画。这是我们的地球哎。60% of our planet has been consumed by the invaders. Oh, it's my gun. We have the Hell Priest signal locked in. The target is marked, but the signal will not hold for long. For it is he that they fear, not man or his armies. They fear the mark of the beast.Oh, he's so cool! Oh, 这个真的太帅了。Oh, 帅啊帅啊，这个科技我喜欢。Oh, oh my god! I come in! Oh, 是这样啊。所以这是前面开头动画吗？然后再来，然后这边怎样？哦，我可以开始动了。好，然后这哦，我动还蛮快的。然后看一下哦。然后僵尸这是什么？我打头没？我打头还不死哦。然后看一下刚刚什么僵尸啊？然后这个，我子弹有限。报告老师。哦。我被咬靠。这边有子弹，好，拿到子弹。然后这边的话，我要去哪里？我的生命值在扣而且这游戏动作好快哦。哦，还有子弹。他最多只能，我最多只能拿16发而已哦。然后这边的话怎么办？干嘛？这是什么？按一或者是滑鼠4可以对按一就是比如说伤害够多时，然后它会陷入失衡或闪烁，然后按一，然后他们还会掉落生命值就对了，按一，他爆了，然后我拿下枪，拿下子弹，好可恶，碎呀！然后我要往哪边走啊？是这里吗？还是这里？这里。天啊！还在晃。然后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我看一下，电锯。干嘛？按 C 的话可以那个，我看一下，按 C 可以立即用那个电锯来锯开恶魔，并且补充弹药。燃料，然后瓦斯罐补给。喂，他说电锯需要燃料，然后瓦斯罐补给道具能补充电锯燃料，一点燃料点数能持续反正电锯就是可以拿让我来补充弹药就对了。然后什么瓦斯罐是补充那个补充瓦斯罐是补充电锯的燃料。OK， 然后干嘛？这边要前面一开始是教学模式就对了。
哦，是这样哦，水哦，哦，水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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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这样也可以哦。刚刚画面是怎样？过来吗？过来吗？哎呦，神社，过来吗？然后这里吗？干嘛？哦，是这样哦。哦，按一，看一下。我刚以为那我帮那什么打开，刚好按一就打开了。然后他说按空白键跳到那个高空中，然后再按一次可以双重跳。然后有些地方必须哦好。哎哎，打不过。好，哦，他是要。哦，原来是这个哦。哇靠！里面有人哎、欸，各位们看，里面有人哎、欸！天啊，我觉得有点恐怖哎、欸，这游戏有点恐怖了。然后这边是哎、欸，这个是护甲吗？哦，护甲。然后，干嘛？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什么？哎、欸，这个是武器改造套件，选择页面和改造机器人互动，然后解锁。解锁一个可用武器套改解锁一个可用武器的改造套件，使用改造套件来扩充每个武器的特性。哦，了解。简单说就武器，反正就是武器零件可以改造，然后就就这样吧。我看一下哦，粘性炸弹，这是我什么粘性炸弹？有没有别的啊？全自动，按滑鼠二按散弹枪变成全自动武器。散弹还。我这把是散弹枪嘛，然后他说什么？看一下哦，把战斗散弹枪变成榴弹发射器，最多可以发射5枚粘性炸弹。这个好，我觉得这个好像比较帅。解锁？还是我解锁错了？干嘛？好，这个改造，哎，按下或按住滑鼠2，然后按下滑鼠一射击，即可启动武器改造套件。然后，在环境中寻找更多改造机器人，像这样吗？啊，没有啊！哇哦，哎，等一下有怪！呼呼呼！我敲死你！哎咻！哎，还有啊！谢谢。看一下啊、哦，什么东西？我不敢过去。然后他说按什么？按滑鼠2这样子吗？没有啊。还这个？哎、欸，不是这个。啊，还这个？没有啊。啊，算了，当我没说好。然后这是什么？哦，这补这个是应该是补血的、啊，对不对？这补血的。好，我不敢过去，怎么办？啊，这个可以打开吗？好吧，打不开，算了。喂，嘿，嘿。然后这里，哦，这只是普哦，干嘛？哎，哦，等一下，我去，谁在射我？哇，还吗？没有没哎、欸、哦哦哦还在怎么办怎么办哦哦报告老师我该怎么办谢谢哦哦哦哦哦打死你，打死你，谢谢。啊，弹要过低，求，弹要过低。去死！哦，有，好，好多弹药。啊，我这边要一直打吗？还是要我要过去？哦哦，帅哦，刚刚画面很帅，帅爆了，真的帅爆了。还有怪吗？还想射我、哦？谁？哪边？哎、欸，怪、欸，去哪里了？哎、欸，
谢谢。然后这个是瓦斯罐吧？哦哦，这个就是帮我补充那个补充那个电锯燃料的。老爸，孩子，嘿。然后这边，哎，啊啊啊，东啊东啊，啊，所以我现在去哪里？干，怎么还有啊？呜呼，爪沙小，没吧？还有吗？啊，靠靠爆你，靠爆你，干，操！啊，是啊是要死啊不会？嘿，帅啊帅！然后是前面吧？这什么？这可以打爆吗？哎、欸，哦，这个是啊，我知道，那个类似火药桶啊，燃料桶之类的、啊。靠，害我受伤了。哦，在这里。然后这边，这是什么？哇，这个要怎么看、啊？我看一下，百科。然后这个是什么？所以我现在在哪里？请问有玩过这款游戏的人可以跟我解释一下吗？我现在有点害怕。